啦！今次我就反而是飾演一個文弱書生，就沒什麼殺傷力的。我回房先。不用了，我自己。你先開始吧。而面對了接二連三的鬼的事件呢，也都相對地很無助啦。我也都希望因為藉著這個文弱書生的一個姿態，可以令大家會覺得，誒唔係一路睇緊張家輝嘅一啲好硬朗嘅演繹啊，咁相對下亦都有一啲比較靜啊或者脆弱啊，斯文啲嘅演繹戲咁樣啊。你哋邊個當我死人唔賣啊？因為呢個題材係喺香港黃金年代裏面其中一個好主要嘅題材嚟嘅，咁我自己就反而幾懷念翻。即是我小個的時候看到香港電影黃金年代那個期間的題材，今次有這麼巧合的機會，而投資方也肯同我冒這個險而去製作一部本土香港的鬼片，我覺得這個是很好的機會。但其實原本我不是因為這一個戲呢，一般來說啲朋友聽到有身邊的人講鬼故，我都選擇係唔聽嘅，或者係我越唔聽，佢哋越講俾我聽啦。我會諗住耳仔，然後啊咩都聽唔到啊咁樣。咁但係為咗呢個戲就要聽下啦。咁都有部分嘅都幾真實、幾驚嚇嘅。咁但係喺呢部電影我用唔著啊。那些親熱戲都是因應劇情而發生的，因為我們的戲本身重點就不需要有一些很大膽裸露啊，或者很特別暴力啊、三級啊這種成分在裡面，所以我們都不是投放在這些位置上面的。至於網友反應是怎樣，我覺得個網上一個自由世界，大家都有權自由說話，我又覺得什麼都會有人說的，我又不是真的太擔心這個問題。